在迷你世界中，胖达和米斯拉谁的胆子最大？你肯定不知道。众所周知，曾经迷你世界发生了一场大的战争。你们看，在这场战争中，米斯拉获得了一个重型机甲，没有错吧？而胖达什么都没有，他举着能量剑站在最前方，觉得胖达胆子大的，请点一个赞。但是我们发现，米斯拉获得机甲以后，他就躲在了里面，好像就没有出来，显得像一个胆小鬼。如果你觉得他是一个胆小鬼，那么请扣666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反而我觉得胖达的胆子非常大。你看，他举着一个能量剑就敢站在前方，并且没有退缩。但是在他的简介中只写着他是一个傲娇的熊猫男孩，最喜欢吃的是竹子，不像米斯拉在简介中写的非常可怕。哗哗哗，在迷你世界一定要小心米斯拉，这样就显得米斯拉胆子好像非常的小，落差十分大。当然在这场战争中，我觉得胖达的胆子是要比米斯拉大那么一些的，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呢？